經帶起咗成個熱潮啦，咁好多人都會玩啦，所以就有啲可能搶到獎牌，但係我哋打呢個比賽，其實目的都係為咗大家開心，係咯，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女仔都可以打比賽，女仔唔係一定廢。冇乜支援嘅，因為同埋如果齋講女子賽嘅話，其實比賽冇乜嘅，所以就藉著今次就想即係參與一下，順便攞翻啲經驗。